你有念大学吗？没关系，拜托，那片乌云交给边境里。Tomorrow is a brand new day， 没问题，带上彩色滤镜。我是深海鱼，寒冬拜拜，换春天上台，心中的花朵超展开。删掉复杂简单，就当放肆冒险吧，重新出发。来个小比较，度很起来。一定是虎爷那帮人干的啦！这几天伤口尽量不要碰到水。男女授受不亲，你不知道吗？而且孤男寡女的，怎么可以住在一起啊？怎么样？昨天晚上在常可爱家过夜啊？啊！痛痛！你们两个发誓深吻，我才是 lesbian。别怕，有我在，我陪你一起面对。所以是不讲理喽？不要动杨子。关心我，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同学，是朋友，是老板跟员工。你以后不要再这样。你以后不要再帮我了，我没有办法报答你。报答我？很简单啊。让我住下来。住下来。住下来。住进你心里。如果悲伤后眼神更执着，那一双不能牵的手，那等爱已无人牵手，像片云奔走在天空没尽头。之后心还是嫉妒，如果悲伤后少了温度，不想要谁将你呵护，可什么我都你的安全我扛。还没结束，我毫不服输。洗好了。有些话想跟你说，方便吗？进来。坐。你刚才在想今天的事吧？说不是你会信吗？你一直都想太多了，钻牛角尖，坏习惯。我还是想跟你说谢谢，谢谢你一直帮我。不用谢，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一直帮你的。可是这样会让我更内疚啊！我遇到任何困难，我都可以不怕，我也可以去面对。可是把你们扯进来，万一你们真的出了什么事怎么办？我也很想要回报，可是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我好希望我可以更有能力，不要再让你们担心。你们？你跟杨子浩啊。小爱，其实你大可不用这样想。你知道，有时候担心，只是因为在乎，而不是因为你没有能力或是你不行。所以，就算你再有能力、再行，我都还是会担心你。那你就不能怪我今天闯进去救你啊，那也是因为我关心你。是。嗯，好吧。嗯，早点休息。嗯。嗯。再给你。晚安。晚安喽。因为在乎而关心，但我还是希望我不是任何人的累赘，而是一起并驾齐驱的伙伴。从明天开始，你就可以不用来了。你的脚伤好了，好了。我原本是怕虎爷他们对小爱他们出手，又怕明讲小爱他们会担心，所以故意装作严重一点，让莹莹照顾我，我可以就近保护他们。那现在危机解除了，脚就可以好了。还好这几年常可爱有刚哥的照顾。女装部满万好礼的活动正式展开，礼物呢是由 Jimmy Jane 代言的限量口红1000支，依照她走红的态势，加上只要她用过、吃过、穿过的东西都能够引起高度关注的状态下，相信在销量上面势必会冲出一波高峰，大家一定要全力以赴。总伤爆嘞！等一下，哎，你看，啊，副总死会了！这种天才怎么轮得到我们嘛？哎，你们看，他穿我们家 Index 的衣服，哎，真的耶！家里安排见面的。我们其实什么都……原来他就是 Jamie Chan 啊！太好了，他用过的、穿过的都可以引起关注哎。小田，你等一下跟总部多调几件 Jamie Chan 身上这件衣服。嗯。可爱那个。啊！我跟你们说，我跟你们说，我的 VIP 啊。听说我们要赠送 Jimmy Chan 的限量口红，他跟我约下午要来跟我疯狂 shopping 呢，我等不及了啦！我们 sorry sorry 啦，这个月我的业绩应该是第一名哦。没关系，换我可恶口渴人。啊，那个，哎，大家，你看我们副总去跟 Jimmy Chan 约会，其实是在帮我们女装部卖衣服的，这效果很棒吧？对不对？杨副总，下次你跟 Jamie 小姐约会的时候，可以帮我把这个行路给她看吗？她如果有喜欢的话，我立刻免费赞助。我这个代理店长有这个权限吧？
那我们就先预祝接下来女装部业绩长虹吧。好。哎，杨总，因为 Jimmy Chen 加持的关系，这两个礼拜我们女装部的业绩不断的在翻红哎。但是就停在这边了。为什么业绩卡住上不去了呢？我们不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吗？你的梦想呢？想想你的梦想啊！我又很认真推了呀，停就停吧。你看，就像我的肚子一样，20几年了，剪来剪去都没有小过。我们前面呢，真的已经是太拼太拼了啦。我在想，努力的能量都已经用光了，要不然前面的业绩怎么可以这么好？梦想就先搁置在旁边吧。我现在唯一梦想。需要放个假，我不需要坐游轮去度假，我只想好好昏睡两天。我的梦想好像已经完成了，我没有设定太大。我的梦想就是完成我的梦想。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大家维持梦想的动力呢？不行，要想新的办法。走。走，又走，你现在到底是私事还是公事，还是去谈恋爱啊？搞得我好乱啊，大哥。就算我衣服卖得再好，小太阳也不会多看我一眼。我希望衣服卖得好，他能够对我笑一个。我衣服卖得好，只希望小太阳给我一些能量。我衣服卖得好，我希望给小太阳亲一个。啊！你们就只要这样啊？这什么我都愿意的。副总好。我刚好有事情要找你。把你的吻给我吧。我的吻是真的吗？对，跟江董的打赌，只剩下最后一个礼拜，要拼出最后的1000万，只能靠你的吻了，并且看着我，对我笑，给我补充正能量。是吗？我要利用最后几天办一场销售比赛，第一名的即将获得小太阳杨副总的冠军之吻。这个奖品才是最直接、最快速、最有效的刺激，大家一定会全力以赴，冲出最后的。我不要。为什么不要？刺激大家，你的吻才是关键啊！我乱亲别人，你难道不会有感觉吗？为什么会有？这不就是商业策略吗？如果今天换我当冠军商品，你会有感觉吗？我当然。当然怎样？常可爱，你这个 idea 烂透了，亏你还是吴本华的脑袋。竟然会想出这种烂招，我真的对你很失望。什么叔本华，根本就是猪说话。
常可爱，我真的对你很失望，我的吻你不要，也不能这样廉价的送掉啊。你刚搞什么鬼啊？为什么要骂常可爱？因为他想了一个很烂很烂的 idea。 不是啊，你这样骂一个女生好吗？这样会不会让她对你更冷感啊？更况她是……对吼，每次只要骂常可爱，就等于做球给他跟小刚。不行，这次不能这样，一定要拦截那个臭律师的安慰。杨子浩，哇靠，出大事了！杨子浩。之前没有把你认出来，我有在报道上面看到你穿我们家的衣服，谢谢。想不到你是 Jamie Chan， 对不起，忘记你是工作人物还那么大声。那这样，没有事先说，算我的错。等一下有休息时间吗？你去吃饭。现在，我请你吃。好啊，走。又是常可爱，不会吧？这个简真怡真的是 T？ 嗯，不行，亲爱的表哥，别说我不爱你，我这就帮你盯着。来啦，谢谢你耶，因为你让我们女装部生意变得超好。只是不好意思，现在用餐时间，餐厅都要排很久，不然应该要带你去吃比较高级一点的料理。不用了，吃饭这种东西重要的不在于价钱，在于跟谁吃。谢谢你请我吃饭，下次让我带你去吃别的。好啊。笑什么？我知道我胸很丑。不是啦，我只是觉得你私底下跟报道上面好不一样哦。假的假的，你现在眼睛看到的都是业障。你该不会是专程来找我的吧？当然，我是来让我们互相了解。如果你真心感到抱歉的话，刚才那位小姐的姓名电话方便给我吗？那我就老实告诉你，我才是 lesbian。 你有男朋友吗？啊？我啊？没有。其实欠了一屁股债，每天都要忙着还钱，根本没有时间交男朋友。不过我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男的朋友。哦，重要的？他在我生命最黑暗的时候来到我的身边，帮我解决好多的困难，在我最无助的时候陪着我。每次只要我很沮丧的时候想到他，我就可以重新获得勇气。是，他是一个，该不会是杨子浩吧？不是不是不是，怎么可能是他？
道刚认识啊？我们不认识，就是知道而已。他不是你们公司的副总，又管理你们女装部。上次还听说是什么 GQ 全国女性最想嫁的黄金单身汉排行榜第二名，想说算是有魅力的人吧。我说的那个人也很有魅力哦，他是法服会的律师。我们家在天天市场有一个摊子，我们市场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在照顾。如果有什么暖男比赛，他肯定是冠军。是哦，叫什么名字？蔡小芳。蔡小芳，不好意思。对不起，我柜上临时有事情，我必须要先离开，不好意思哦，对不起。小可爱，动作加油！饭都没得吃，变成小可怜了。称重好一些。杨子豪，你不要走那么快，出大事了。不止二楼女装铺，楼下一楼还有整间百货公司都是。报警，警卫呢？怎么会来处理？警察未必会受理啊，警卫也是一样啊。他们没有做什么事情，我们开百货公司开门见客，我们能拿他怎么办？一样报警。喂，来，杨副总，嘿，又碰面了啊。这个新闻把你拍得还挺帅的，不过我今天来呢是想跟你谈笔生意，如果你没空呢，那我就在这里呢到处逛逛啊。好，谈。你想谈什么生意？我的底下呢有很多小朋友，做事情都是很利落的，我在想呢，你这里可能很需要人手，不如这样的，由我来承包你华丽百货的这个保全、清洁停车场，还有计程车排班。请恕我不能答应。不能答应，那可能每天都会有这种情况。别忘了，你还有犯罪证据在我手上。你要毁了我，我就毁了你的生意。你可以考虑到半夜，半夜十二点之前，你告诉我答案就行了。OK。看什么看？看什么？再看看你能挖出来。董事长，您先不要生气。好，副总他现在在啊，您稍等一下。喂，妈。千万不要让记者知道。我知道，我会处理的，我一定会给董事会一个交代。好，再见。董事会现在整个炸开了，怎么办呢？啊，怎么办？挂断。李健，你干嘛？务实处理啊！我们这样被轰炸根本没有意义，也解决不了事情啊。也对。
你加一分。到底还是你的东西。子浩，你说清楚，先是5000万的事情，现在又有黑衣人来闹事，你到底在搞什么啊？你啊，是不是要毁华裔百货？我就知道，这电话打不通，你们就迫不及待地跑到这儿来兴师问罪。有这么迫不及待吗？我没有权利要子浩说清楚吧？是啊，为什么会搞出这么多事情？这还不都是两位阿姨的功劳吗？硬是要让子浩接下服饰部，还要负责女装部所有的亏损，那是子浩自己要扛，而且哪有这种越补越大洞的？是啊，是要负责任的。不管怎么样，事情都已经发生，却没有处理好，子浩就是要下台负责。负责？子浩，这一次你有没有信心处理好？现在也只能说有了。有。好，妈妈相信你，支持你，就算处理不好也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一起离开华丽百货。要是处理不好，我们就一起离开华丽百货。但是，要是我们子浩处理好了，那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奖励呢？这有罚也应该要有奖啊！两位阿姨，你们说对不对呀？好，你就直说你要什么。爽快。要是他处理好了，那以后华丽百货的总经理就是他，杨子浩。那可不行，我们子杰才是。这局势不可能了。好，我答应你。好，一言为定。现在网络新闻都出来了，说什么华丽百货跟黑帮有挂钩，顾客都不敢上门啊。偏偏现在就是5000万之约的关键时期，会不会功亏一篑啊？而且搞到现在，牵扯到你妈董事长，哎，要是到时候你真的被赶出管理阶层，那该怎么办？真的好可怕，副总是不是惹到黑道啊？才刚说要振兴女装部，这下我看哦，我们要跟着副总一起沉到海底了啦。黑道，我在市场里遇到虎爷，我在百货公司又遇到虎爷，怎么那么奇怪啊？可爱姐，可爱，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那意思，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担心我自己，我是担心杨子浩吗？副总，我好怕。对啊，黑衣人他不会再来呀、啊。他会不会对我们下手啊？抱歉让大家受到惊吓，不好意思，可能还要再忍耐一下。华丽百货就像一艘大船，而我是船长。副总在这边承诺一定会保护大家的安全，问题也会尽快解决，这样大家可以吗？可以。既然现在没什么客人，那大家先回柜上整理商品吧。
不是在担心杨子浩吗？那就去关心啊。你那边还好吗？我很好啊。我是谁？杨子浩。哎，怎么可能不好？对不起，都是我连累你。我之前说不要到华丽百货，就是担心黑道会影响到工作，结果还是影响到了，而且还是在你那么关键的时候。我真的很嘘，不用担心。我过去可以用100天时间，从玩霸考上 K 大，挑战不可能的任务。现在也绝对可以反转业绩，而且现在还有你这个学霸的脑袋加持，天才副总配上学霸超级业务，一定没问题的。那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晚餐，如果想要安慰我的话，帮我准备一道美味的晚餐。为什么不是早餐？因为要彻夜召开紧急应对会议，现在生意也做不下去了，那不如好好的想想对策。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在担心黑衣人的问题，可是我们离5000万之约真的只差一步，是停不下来的。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继续往前，就算只有一个客人，我们都不能放弃。重点要有客人，真的没有客人啊。再这样下去不行，一定得先提正事情。杨副总，上次我的提议你可以再考虑一下吗？什么方法？你说来听听看嘛，说不定有用啊。先别急着拒绝。总为了提升大家的士气，决定送出自己的吻，业绩第一名的即将获得杨副总的冠军之吻。不吃饭不上秤怎么办呀？好浪漫，我像白雪公主跟白马王子。对，到时候一定要穿上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就这么决定。我马上把我小学到大学同学全部扣一遍，要他们每个人买10件，我一定要得到小太阳的吻。哎呦，你也是，我也是，我立刻叫我妈发动她的直销下线来买，就算要买他们的商品回馈，我也拼了。哎，我这边还有幼稚园妈妈团、帅哥师傅团，还有第二春吃货战线联盟，我都可以。好了，你回来了，你回来。哎，给你亲亲。原来我这么受欢迎。先别急着拒绝，你想一下，女装部谁最爱买衣服？
哎，小杨律师，先走了。拜。蔡小刚，就是你啊！好可爱的眼光，不错。你不是虎爷的手下？放手！干嘛？干嘛？为什么跟踪我？谁跟踪你啊？手机都拿出来比对了，还说没有，不然你现在开手机啊！我是可爱的朋友。可爱的朋友，可爱的朋友我都认识。我们在华丽百货认识的，他说如果有法律上的问题，可以咨询蔡小刚律师。这样啊？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可爱啊。我叫简真怡。该不会还要看身份证吧？方便的话，麻烦。蔡小刚，有什么法律上的事需要协助吗？刚才的性骚扰算吗？出来，我带人家怎么样啦？你有什么问题？我是谁的？但是明天又有黑衣人来，怎么办？哦，哎呦，到底怎么样黑衣人才可以不进来骚扰客人啊？小爱，刚哥你来啦！你是不是有一个朋友叫简？哎呀，为什么他可以进来这里？这里是华丽百货办公室。哎，对啊，蔡律师为什么你可以进来？这里又不是可爱家，这边也不是可爱家，对不对？可爱家也不。我刚看到什么了？谁叫你要我来开会，还要我准备晚餐？我是有时间的，当然请刚哥帮忙啊。所以我交代了，刚哥来直接请他来这里。便当、饮料，谢谢谢谢谢谢。哇，好萌哦！原来这个就是反差萌哦，又媚又带点孩子气，是男人又是男孩。最后的一切吗？真的要平了？平了！可爱啊，要是黑衣人也怕蟑螂就好了，哪那么容易啊？黑衣人到底有没有天敌啊？黑衣人的天敌是他？什么意思啊？刚哥，你也知道虎爷来华丽百货闹事啊？对啊，今天下午热搜头条。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吧？我懂。很好，那这件事情交给你，风管特卖的事就交给我。没问题，老规矩。OK， 成交。你们成交什么啊？晚一点你就知道了。我跟刚哥。也可以有一点属于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各位，我决定进行风管 VIP 大作战，大家赶紧联系手上的 VIP， 还有
通知所有的贵哥贵姐，要他们邀请手上的熟客一起来参与华丽百货史上最尊贵的封馆大特卖，有问题吗？没有。好，开始行动。好。帮你老婆买衣服了，我跟你讲，后天不是后天。哎，累了吧？不会，我可以。配料说别人成。嗯。好，交。常回来跟所有的 sales 已经动起来了，我们其他部门也要跟上配合。公关部要准备好新闻稿。活动部务必将动线规划出来，客服也要拟定出接待贵宾的规格。那你们加派老全，那是最不需要的。还有时间上的安排，绝对不能影响到一般顾客的权益，因为他们同样也是我们华丽尊贵重要的客人。完全同意。人呢？都在对策中心呢、啊。大家好，请坐。看来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今天晚上是一场攸关华丽百货未来的硬仗，很辛苦，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充分的和销售部门合作，一起朝目标前进，相信最后我们一定可以共同赢下这场漂亮的胜仗。5000万对策会议正式开始。明天我就让华丽百货做不成生意。我会负责把虎爷这个障碍搬开，常可爱，你就往前冲吧。儿子，辛苦你了。不管结果怎么样，妈都会支持你，在你身边的。不要有压力，但是一定要尽力。
谢谢你在我怀疑的时候给我答案。起床了，起床了，大家起床了，继续加油！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哥哥，起来了！让我挂，我偏要挂。不让我挂，我偏要挂。你们真的不怕见血？这么多人是想用你们的血来替我铺红地毯？我们确实是要铺红地毯。三点钟方向，还有全程收证。请问一长是华丽百货的 VIP 吗？今天华丽百货公馆特卖，带夫人一起出血，心情如何呢？可以请说明一下吗？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又搞这一套，撤！现在知道这边是谁造的吧？看你们下次还敢不敢来。梁副总，你好，你好。梁副总，你好，你好，队长好。哎，小刚律师，上回我女儿的事情非常抱歉，造成你们困扰了，也非常谢谢你们没有把事情闹大。是啊，造成你们的困扰，你们还邀请我们来玩，我们真的很高兴。这是我们的荣幸，希望你们玩得开心。我们华丽百货以客为尊，除了有顶级的尊荣服务以外，也承诺绝对会给所有的贵宾们一个最佳的购物环境。局长、夫人，你们请。来，谢谢。各位媒体朋友们，辛苦了。关于外界说我们跟黑道挂钩，这是莫须有的指控。我们华丽百货将会保留完整的追诉权。看来虎爷得怪一阵子了。当然，
请到这位大人物，应该花了你不少力气吧？总共花了我11个小时，1个小时1万，够久。臭律师。还好有圆满解决，不然我真的好担心连累你，害你退出管理阶层。我就说了，天才副总配上学霸消极业务，一定没问题的。你不是任何人的累赘，你是一起并驾齐驱的伙伴。因为在乎而关心，但我还是希望我不是任何人的累赘，而是一起并驾齐驱的伙伴。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你说如果没有爱那又如何，怎么了，你怎么了，看过你曾经最灿烂的笑容，看过你紧紧拥抱爱的面孔，怎么了，你消失了。小艾，只要努力，你一定什么都可以做到的。我可以的，当哥，谢谢你。不客气。臭律师，只会接我的话，有种自己讲心的梗。非常的保暖哦，而且很轻，是这件，太好了，只剩10%，我们就到达50,000,000了。看来这一波 VIP 风管特卖真的很受用。这次签单不错，明天继续。小太阳拼了 ！Me too， 拼了！小艾，市场的人啊，托我来买衣服，还传了照片给我。他们说一定要帮你，还有帮华丽百货拼过那50,000,000。哎，宝贝，你怎么了？对啊，你怎么了？没事啦，是我妈。我妈说我们市场的人聚集了一笔钱，要帮我帮华丽百货拼50,000,000。那很好哎，开心哦。大家竟然这样帮我拼业绩。我吃饱了，我可以走了吧？紧张！快看，长开选手距离50,000,000目标只有5%的距离了。哦，你看他准备进入那个弯道，200公尺、100公尺，而且他现在保持领先啊！如果没有你的马，单脸跑在后面，啊，我赢了！哎呀，真的是我欠他的，又被他赚到了。哎，不过这个5%停留的有点久啊，冲太上去了。Hello， 嗨嗨，加油啊，加油啊，打起精神来！哎，
Hello， 嗨，头发很可爱。哎，剩最后5%的该怎么办呢？我该做的都做了，哎，怎么冲最后的业绩？那我还有事，我先去忙。嗯，拜拜。大美女，有话快说。OK， 你应该知道这个月我们为了50,000,000的业绩举办了一场比赛，女装部最会卖的柜姐将可以获得杨子浩的冠军职位。目前的第一名是常可爱。说什么？你干嘛这么激动呢？啊，不然我再送你第二个情报好了。目前的第二名是 GD Shop 柜的 Daniel。 嗯，你这个情报还不错。OK， 我有事情先忙了。OK， 慢走。Got you。有好戏看。怎么回事？哇，现在 GD 上有那么大笔网络订单呢，而且都是 Daniel 的。Daniel， 不会真的要上演男男吻吧？叔啊，现在立刻召集家里所有的人，放下手边的工作，立刻到 GD Shop 的官网，对，找一个叫丹尼尔的下单。嗯，好。哇靠！完了完了完了，只剩下3%，丹尼尔正式超越常可爱嘞，而且距离在拉大之中哎。你该不会真的要跟丹尼尔？呀！我不管，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想办法。想办法，我这……哎，干嘛这么紧张？这是好事呢，啊！好事，梁子。梁子，接到了。OK， 所有人来，听我这边，现在所有人马上到 GD Shop 柜的官网找 Daniel 下订单，费用找我请款，开始。是。真的假的？这样不是让杨子豪没有办法得到常可爱的吻吗？梁子杰，梁你表哥啊。梁子杰，你疯了吗？报告 ，GD Shop 柜的官网宕机了，怎么办？柜是宕机的。柜是宕机的。喂？什么？你说宕机？华丽百货这烂店，什么系统也给他们做生意？先不管，全体保持注意，等一下要是继续恢复的话，就马上下单，不准停。嗯，好，先这样。好了，现在所有人改到 Index 柜的官网找常可爱下订单，费用一样，找我请款。开始，来，再慢一点，一个一个来，不要再让它宕机好吗？来，开始。啊，不用太谢谢，身为华丽百货的一员，这50,000,000的业绩啊 ，OK， 我就扛那么一点点，好吗？
很棒，这是我的。时间开始倒数，五分钟，一分钟，谢谢光临，终于，好爽，哎呦，哎呦，疼。一下这个月业绩达标了没啊？哦，好，快点，扶我一下，5241.9854元。是你，达辉，价钱是。哎，我要不干你的事情，干嘛要去了？你在那里干嘛？帮忙啊！快点！干嘛？好坐好。不是，不要动。好啊，常可爱，你究竟是使了什么阴招啊？业绩竟然赢过我！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达辉。是。把他的黑眼圈给我盖好盖满，还有胸部挤满，不要乱动，不要动很快，我把头抓好。下雨有啊，全部打亮，鼻子打挺，最重要是那一张嘴给我涂好涂满。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啦？这样等一下才会有文好文满的冠军之吻呢。冠军之吻，我。什么啦？这样等一下才会有文好文满的冠军之吻呢。冠军之吻，我。哎呀，绿的好不好？常凯说这个绿的穿着会发财。怎么样？这个好闻吗？换一个，太凉了。这个呢？哎，都好啦，这重点根本不在这个啊！你搞得我那么紧张，哎，你们这些母胎单身的人真的是哈，就接吻嘛，真的投入接吻的人，他脑中什么都不会想，他就停止呼吸了，你知道吗？你放感情进去的时候，然后两个人在那个世界的时候，你什么都会忘记。哎，切记哦，不要太紧张，你太紧张就把人家扛起来，不要再扛起来，就放感情，什么都忘记。哇！
谢谢各位，大家辛苦了。我们打了一场漂亮的仗，如果没有你们，只凭我一个人的话，是绝对没有办法赢的。所以胜利是属于大家的，干杯！干杯！这是冠军之吻比赛，得主就是常可爱店长。你可以对我负责。他是错怪，你就是这样，人家才会误会我们有关系。我不懂，这到底有什么关系？一定要坦诚，表达自己的心意。蔡小刚要跟张凯告白，不要。各位，不，你想跟甄怡一结啦？不，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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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温泉，两个人。是啊，单独不然嘞。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你说如果没有爱那又如何，怎么了，你怎么了，是不是我错了，搞错了，太亏了，雨下着你望着你走了，都回不去了，像从前快乐。你有念大学吗？说要结束，怎么说要结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怎么看你笑着我却心如刀割，原来我们都一样顽固，怎么
才晓得。